近日，我市边防支队又成功破获一起重大毒品交易案，现场缴获大量海洛因、冰毒与交易现金。能联系上教授吗？他会的，我也会。哎，惹到什么时候了？你还敢干这种事儿？钱和命，你要哪个？牺牲是战士的最高荣誉，我们不怕牺牲，我们只怕辜负了使命。只要我们还穿着这身公安边防的衣服，就得冲在办案的第一线。都别动，公安边防行动代号破冰。行动。